生命的顽强与脆弱时常相伴而行。驰骋于荒寂高原之上的一头幼驴，最终没能见到下一个日出。这里是有情众生的天堂，也是残酷的生命终结之地。高原冷静的寒风将尸体的气息飘向远方，驴群中的伙伴开始警觉起来。这是荒原上的一匹独狼，它被驱逐出了狼群。这却是生命对于自然的回馈。在大自然中，以另一种形式为其他生命提供着滋养。又一阵风吹来，狼群早已不见了踪迹。高山兀旧，御风而起。藏野驴朝山的另一边而去，一切恢复了寂静。河水仿佛带着荒原上的故事朝东流去。